刚刚回到家，就看到这神奇的一幕。这个院子里晒的这个干草，好像被那个烟头点燃了。就看到这神奇的一幕，这个院子里晒的这个干草，好像被那个烟头点燃了，然后这只乌鸦在这儿救火。感觉它真的是在救火，它把那些快要烧着的树枝全部拖开，拖到这半边来，你看。这简直太神奇了，他好像真的是在救火，真的很不可思议。你看他想把这些柴火赶紧给扒开，不然的话火势会越烧越大。这儿旁边这些柴火都是他扒开的。这只乌鸦我以前救过他一次，以前他受伤我救过他一次，难道他这次是来报恩的吗？在我家门口晒的这个柴火，应该是家里可能谁，我爷爷之类的，抽烟不小心烟头扔里面了，差一点着了。然后我刚一回家就看到这只乌鸦在这儿救火。温度有点高，它也不敢直接扑上去，只敢在旁边把这些树枝给扒拉开。之前我回来的时候刚看到这上面是全部是盖满了树枝的，然后现在他已经把这树枝，这些都是他自己给扒开的。如果他刚才不把这个树叶干树叶扒开的话，可能这个火就真正的就烧起来了。然后现在因为下边是潮湿的，前几天下过雨，它现在叼了一个新鲜的树叶盖在上面，然后这个火就已经熄了，已经熄了，太不可思议了，这个火已经被它弄熄了。真是要感谢这只有灵性的乌鸦。看，它现在又想把这个树叶，绿色的树叶，它把绿色的树叶盖在上面，因为绿色的树叶的话，它就现在还有一点点火星，然后它扑上去踩了几脚，好像现在已经完全灭了。然后这边是干的树叶，全部被它扒开了。然后它刚才拉了一根这个绿色的树叶，就新鲜的树叶盖在上面，然后又踩了几脚，就完全熄灭了。它好像，你看来继续检查一下，它看这个火有没有完全的熄，它把那些干草叶全部扒开，这太聪明了，真的。感觉他很有自己的一个想法，他知道温度高不敢直接扑上去，他就叼了个新鲜的绿色的树枝盖在上面，然后踩在上面把火踩熄，然后踩来感觉这个火已经熄灭了以后，他把这下面这些可能会燃烧的这干草全部都扒开，然后他救完火现在有点热，感觉像是要去喝水还是干啥。你看他的嘴巴都张着了，看这儿有没有水。哦，这里有水，我给他舀一点水吧，给他舀一瓢水。辛苦你了。他刚才救火救热了，然后张着嘴，现在在这儿喝水，我给他舀了一瓢的水。太感谢你了，是他最早发现了这个火势，然后把那个草堆里面的那个火给熄灭了，不然的话可能会烧起来。所以说动物还是很有灵性的。